我僧客。皆为来一切诸佛。
花空如是相遇，和明观一切法空行者地观现在一切万心虽所缘起如此自心为一心不心为不一心不为一因心一不因心不心为为心心为不因心不心为在三世为在内外中间有何处即在何方所如是等种种因缘中求心毕竟不可得如梦如幻无名无相何时行者尚不见心是生死其见心是涅槃即不得所观亦不得能观不去不舍不依不着亦不住既然愿意道断不可寻所观心无行者罪乎无助罪乎行空则一切化皆空心无所心化不住化作是常慧明大常慧明破坏心是常慧一是因缘心心即灭念念无住如太虚空虚空亦不可得究竟不可得亦不可得只能照诸三昧观音照耀王法显现通达无碍观大如花心究竟如虚空为言得如所言满菩提眼中等各可因心归南无别。
Thank you.
生活中国常以民事真心主家同真如道六根同理三业成恶不然誓言长修欢恒自知境界成也不尽言不为也言会不顺不慌把难不解誓言不忍自以先见菩提心而不退休息正化了我大善开六度自心门月上去自己爱见化传一处处破一望一重重相互中末少龙三破成世十方诸佛无有疲劳修学一切法门悉皆通达光作无悔独立尊沙得了种子生多言一生子活泼然活不舍化解偏如尘劳等观音子自心心不现自愿他方世界诸类随心因现色身眼要妙化离离不弃而归道中佛放大光明火现诸身边岂有见我相来自问我名皆化菩提心永出轮回苦不惑冰河之地变作相命运同时叠子度化身净土披毛戴脚不再含眼睛把心酸现转离了其一十二现为要造就了成恶寂静十二化作道量记住因为但有理也无不心中此积累是眼睛现正见识出生生之苦莫舍万劫之爱惨等一安生皆生活道Yeah.